有人说，想雕塑体态的话，就得先离开椅子站起来。对了，这个动机是不错，但我告诉你哦，其实并不一定要离开椅子站起来了，你可以一边坐在办公桌，一边进行完整的锻炼。欢迎光临椅子健身房哦。首先，请确认你的椅子够坚固，能支撑住自己的身体。你会需要一张有轮子的普通办公椅和一张没有轮子的一般椅子。训练共分为三个阶段，初级、中级和高强度。哦，在开始任何锻炼之前，你都需要先热身，伸展你的肩膀，将手抬到头部上方，手掌朝上，手指相互紧扣，把手臂尽量向上伸展，维持这个动作，并做2至3次深呼吸。伸展你的上背部，双臂向前伸直，手掌朝下，将头部放低，直到与手臂对齐。弯起你的上背部，并看向地面，保持这个姿势，并做2至3次深呼吸。现在来伸展三头肌吧，举起一只手臂在背后弯起，然后将手指伸到另一边的肩膀，再将另一只手放在原本的手肘上，并往前推，深呼吸2至3次，然后换手，重复动作。伸展你的胸部，将双手扣在下背部的后方，然后伸展扩胸，且将下巴抬高，维持这个姿势，并做2至3次深呼吸。以腹斜肌转体来让躯干热身，这个动作需要用到能旋转的椅子，坐直，收紧腹肌，抓住书桌边缘，并让脚保持在地板上方。现在一边用双手抓住桌子，一边左右转动椅子，两边各重复15次动作。让你的双脚热身，靠着椅背，将双手包住一边的膝盖，然后将之慢慢拉向胸前，保持这个姿势，并做2至3次深呼吸。现在换脚，你也可以站着进行这个练习。伸展你的双脚，一只脚向前伸出，脚后跟保持在地面，然后试着用另一只手的手指去触碰脚趾，停在这个姿势，并做2至3次深呼吸，再以另一只脚重复动作。好了，现在伸展和热身都完成了，让我们开始真正的锻炼吧。练习时试着专注在品质上而不是次数上，双脚并拢坐着，膝盖弯曲，脚趾朝下，让它们几乎碰到地面，手肘弯起，手掌朝向前方，手臂张开朝向两侧，快速地把双脚往两侧伸直，以脚后跟支撑住，同时抬起手臂。现在回到原先的姿势，并快速做30次，动作越快，成果就越棒哦。坐在椅子边缘，双臂在胸前交叉，伸出右脚，把脚放在地面，收紧腹肌，并向右旋转身体，抬起右脚到与左膝一样的高度，两边膝盖并拢，换脚，保持呼吸稳定，好让腹部锻炼得更好。旋转及抬脚时吐气，恢复姿势时吸气，两边各做20次。做左右滑步式，坐在椅子边缘，右膝弯起并向侧边伸出，左脚往另一侧伸直，向前倾，以左手触碰右脚，同时将右手臂抬高到身体后方，快速且顺畅的换边，手臂和脚左右交替的速度越快越好，轮流做30次动作。训练腹肌，坐挺，膝盖弯曲并拢，将手扣在头部后方，收紧腹肌，将躯干向后放低，直到肩膀碰到椅背为止，然后向前弯旋转，并以右手肘触碰左膝的外侧，两边各重复20次。现在来试试在椅子上跑步吧，伸展双脚并弯起手臂，将手臂靠在身体两侧，收紧腹肌并向后放低，直到肩膀碰到椅背，把左膝抬高至胸部位置，将右侧肩膀往抬高的膝盖转动，同时将左手肘拉向后方，快速换边，重复30次，动作越快越好。如果你不想在训练过程中一直坐着，也可以做一种比较难的站立训练，不过这个训练还是得用到椅子哦。就让我们先来做三头肌撑体吧。你会需要一张没有轮子的椅子，从椅子上滑下，双手靠在椅子边缘置于身后，并撑起自己的身体，双脚稳稳地置于地面，弯起手肘并身体放低，背部尽可能地靠近椅子，
将双臂伸直并抬起身体，好回到原先的姿势，做20次。别放松，直接进行办公桌伏地挺身吧。你的办公桌应该坚固到足以支撑你的体重哦。将手放在比肩稍宽的桌上位置，然后向后退几步，核心用力，将上半身朝桌子放低，以双臂挺起身体，做20次。要是前面的练习太难的话，你可以试着靠在墙上，从墙壁向后退，以双手支撑身体靠着墙面，手掌位置比肩稍宽，弯起手肘，并将身体往墙面放低，别忘了维持腹部紧缩，而且要让头到脚趾成一直线，向后推回身体，并重复20次。记得之后还要回来清理墙上的手印哦，嘿嘿。让我们开始进行椅子深蹲吧。将身体从坐姿站起，然后把身体放低到几乎快碰到椅子的高度，站起身，接着再做一次，重复10至15次。之后你可以把椅子拿走，并做出经充分锻炼过的深蹲了。现在来做小腿的锻炼，站在椅子后方，抓住椅背来支撑身体，把脚跟自地面抬起，直到以脚尖站立为止，停在这个姿势24秒，慢慢将身体放回地面，做3组练习，每组10次。下一个阶段真的很难哦，这些运动会燃烧你的卡路里，练出力量、耐力，并增加肌肉量。提醒一下，你只能在身体状况已经很良好的时候才能做这些练习哦，而且也别忘了要在训练前热身并伸展肌肉哦。为了让锻炼能进行得更好且更安全，请用没有轮子的椅子。站在椅子前方，抬起左膝，并用脚尖触碰座位，快速的换脚，将右脚带向座位，并将左脚放回地面，重复这个跑步的动作，速度越快越好，保持脚尖点起，每次做动作时都只轻轻地触碰到椅子，这样跑20到30秒，休息半分钟，然后再重复2次。一开始先站着，将背部朝向椅子的座位，从地面抬起一只脚，以臀部为中心，然后将身体慢慢放低到座位上，把自由的那只脚向前伸直，好平衡身体的重量。坐下，但只能碰到一点点的座位，让全身保持用力，只靠放在地面的一只脚站起，双脚每边做3组，每组10次。站直，身体背部朝向椅子前方，将一只脚放在身后的座位上，弯起另一只脚的膝盖，让大腿与地面平行，你的膝盖前方不应该向前延伸到超过脚趾，伸直支撑身体的那只脚，并重复12次动作，双脚每边做3组。身体呈棒式姿势，双手置于肩部下方，双脚则放在椅子的座位上，让三头肌保持在靠近身体的位置，弯起手肘，并让胸部碰到地面，双手向上推回到棒式姿势。在整个运动的过程中，都要保持核心用力及背部挺直，做3组，每组10次或15次。放一些重物到椅子上，好让它固定到地面，在椅子前方躺下，头部躺在靠近椅脚的位置，抬起手臂到头部上方，并抓住椅脚，让背部保持平直，然后把双脚抬高到地板的正上方，将它们以非常缓慢的速度放回到一开始的姿势，保持核心部位和腹肌用力，以保护下背部。做完3组，每组10次的练习，你做得很好哦。嘿，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，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一个赞，并与朋友分享哦。这里还有一些很酷的影片，我想你也会喜欢的。你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，持续锁定亮生活频道。